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马太福音10:16。差我进入职场的主，你呼召我进入职场，要为你得人，却有如羊入狼群。求主保守我的身心灵，不让狼群伤害我，保守我在恶者掌管的世界中谨慎自守，让我灵巧机敏，有如蛇见祸躲藏，远离人暗设的陷阱，也懂得保护自己，不受诡计的伤害。在我不能掌控的处境中，求主保守我寻良如鸽子，正直良善，不与人争闹，也不同流合污，有圣灵所赐的智慧分辨真假，保守我看似软弱却坚守真理与爱心的原则，以温柔对待心怀苦毒浑身是刺的人，用爱心包裹心灵受伤却伤人害己的人。求主使他们蒙连续得医治，因你的救恩脱胎换骨，成为你草场的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